非洲鼓搭配邹竹歌谣，茶山部落族人替活动炒热气氛。为了鼓励嘉义县农村再生团队，嘉义县府21号在邹竹竹鹿文创园区办理嘉义赏农村再生成果展暨典范表扬活动，现场展售农产品、食农及手作体验。我们主要下来推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游程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农特产品，当然就是我们的餐点这样。嘉义县共有94个社区通过审查，成为农村再生社区。像是茶山部落就曾获全国金牌农村奖项，今年则是由山美部落代表嘉义参赛，希望让外界看见阿里山上丰富的原民文化。我们最主要得奖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化的这个延续跟创新，然后年轻人回来这边，然后把他们在外面学习的这些知识、媒体的应用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放在这个部落里面，已经是成为农寨社区的，我们应该要好好去深入跟他在探讨，就是说这些农寨社区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推，还有哪一些所谓的面向要去做得更好。嘉义县府强调，去年度斥资约7900万经费，进行不同农村社区的公共建设，期望透过与社区合作，吸引青年回乡经营，发掘农村特色与潜力。原生新闻的嘉义番路采访报道。